马上把赵欢的信息发给我。对。6年了吧？大兴怎么样了？大兴，大兴，你一回来就说大兴，这次回来不准备走了吧？不走了。那你等我一下，一会儿我忙完啊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好啊。喂，你好，现在吗？可是店里只有我一个人啊。好好好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。怎么了？有一个外卖急单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你坐，是不是那个？哎，没事，你别管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哎，缓缓。你先赶紧收拾店里，等我送完回来，咱们就去吃好吃的啊！好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去快回啊！你好，请问哪一位是赵小姐？我是。您的外卖到了。哎，缓缓缓吧，我呀，大学班长赵花儿。哦，好久不见。混那么多年变成个送外卖的了啊。送外卖的。等等。来都来了不喝一杯再走吗？不了。你信不信我给你差评？就一杯。堂姐都发话了还不上酒。就你也配合我喝酒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大兴，欢欢，你回来了，真的好想你。我走了。嗯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拜拜。哎，就出去2年，等我。我等你回来。大兴可是我的男朋友，你个臭送外卖的也配啊？行，祝你们幸福。等等，我记得以前有些人唱歌挺好听的，来都来了，不给大家唱一个呀？啊，唱一个，你在做梦吧？够不够啊？哦，那你就拿着吧，你这么辛苦会心疼的。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？过分。我们公司一人一个差评，你这小店怕是都开不下去了啊。快点唱，不要给脸不要脸。我唱。赵姐，昨天再宽限我2天吧。小秋，缓缓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哟，逢人相见了啊！缓缓他才回来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有什么得罪你们的地方，我给他赔罪。你干嘛呀，小秋？缓缓，你别管。他还不能不管。你怎么赵姐了？我没有啊。哎，明天啊，把秋秋那个店铺给王二狗。啊，没问题。赵姐，小秋，你别这样。小秋，你干嘛？你快起来啊！关我屁事啊！你太过分了，赵欢。这就是你俩赔罪的态度啊！欢欢，你赵姐赔个罪吧。小秋，你先起来。不用赔罪，今天呀，就把我们几个唱开心啊！你信不信我？我小秋没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啊！小秋，你别这样，你快起来，你先起来。姐妹情深呀，我唱。
欢欢，我们去吃好吃的吧。不了。马上把赵欢的信息发给我。对。今天这个项目必须拿下。放心吧，赵姐，没问题，一定拿下。哎哎，王总，王总，今天总部的唐总来了。今后这个项目交给唐总全权负责。怎么，昨天咱们不是才见过吗？不记得我了？唐总，昨天是我们狗眼看人低，实在对不起。别这么说，昨天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不记得了，没关系的。啊，快，给个唐总敬一个。啊，都坐下呀，没关系的。啊，唐总，那您看这合同啊？啊，合同我看过了，挺好的。啊，就是感觉没有音乐，这顿饭吃起来有点枯燥，你看怎么办呢？唐总，我唱歌也不太好听啊。没事儿，我不喜欢强迫别人，没关系的。但是这个合同，我唱，那请吧。真的唱得太好了，这是替小秋还给你的。唐总，那我们那个合同已经签好了，看看吧。啊，好好好。唐嬛嬛，你他妈有病吧？喂，少爷，股东撤资了，我们破产了。唐总，小秋，嬛嬛，快坐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立马是你生日，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些了。老板，过来把桌子给我收拾一下。